用书来每一人拢是耶稣基督的精兵，愿咱会当靠着主的灵来去传福音，因着主的圣名来参来听。我袂给你提起我那个用书，提我将我的用书。Thank you.
受。你是第一代基督徒，咱会当看卖咱教会有偌多第一代基督徒。你是第二代基督徒，你请举手。第二代的，还是你倒一代，拢都不清楚。第二代基督徒是，你的爸爸是基督徒，姓不是基督徒，是第二代基督徒的，请举手。这是第二代基督徒。第三代基督徒的，请举手。就是对你阿公开始，你就是基督徒，我嘛是。第四代基督徒的，请举手。家都有，家都有两位后壁嘛有第四代，有第五代，第五代基督徒。我前无看到第五代，已经是去上年遐个款，还袂出世。有一句话安尼讲，基督徒一代清，二代明，三代有乌无明，四代。你请我无言，五代心灵满厝殿，六代行动不便，感谢上帝，咱还搁在伫遮，咱无行动不便。信用是无法度遗传，信用是建立伫你甲上帝直接的关系，毋是咱的信用好，咱就无法度遗传。总是咱会当鼓励，咱会当勉励，咱会行哩，咱会当引带伊，互伊来认捌这个上帝。所以，这个信仰是非常要紧。伫过我一进前，咱即马已经进入叫做预苦期，就是耶稣准备要来受苦。在这段时间，咱会当通过敬家，通过祈祷，咱会当来反省咱个地，少年祈祷为咱来受苦。来，三个来听这条诗歌，哥哥喜欢。Thank you.